好，耗子，好烦，是不是？哇，有点热。走吧，走。啊。走了。哇，真的热啊！这个是露营的地方，住帐篷，晚上住帐篷。刚刚那个地方停车场停满了，在前面还有一个停车场。前面那个停车场早就满了，停不下了。这边帐篷晚上就在这个地方住。可以自己带，也可以租。东西都是自己搞嘛，比如说吃的。这接近。哈哈，走这边，好吧。现在露营呢，这个产业啊，发展的非常好。这个地址是彭州，
野生猴营地。然后你去看看，他们又来了一个两四一库的帐篷，他这个帐篷吃饱了。下我们的地址在这个我们在龙池国家森林公园旁边，距离成都80公里左右。这个地方专门停车的位置，快走吧，回去，走吧。
这边儿，这边儿。哪个不要跳，妹妹？你没有跟他说吗？这会儿。我说你等我一会儿。我到了，还没到呢。他的椅子该放哪了？你来呀。 老板，老板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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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，走了，上来哈，这边上来，上来，好吧。 走吧，你把蝴蝶巢都到了，走了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好吧，上来喽。 你的那个河那水放哪了？从那个地方绕一圈，这是起点，然后这边终点，这就几百米。 那个是交叉，然后左边的不要打，右边的不要打。
挺危险的啊，应该安全带也要配吧。没有。这个就终点，在前面绕一圈有坡度，有上坡，下坡。上面还有帐篷。走这边。这个好重吗？走了，里面吧，先把小捆过来。真的忙，坐一下噻，不要搞对抗啊。坐坐，哎，周宇哲，不拿那个放下，坐坐，放下周宇哲，周宇哲放下那个。这就是洗手间、淋浴间。下面这个也是。这里的云地早就满了，好多天之前就满了。提前起码几个月就要定。啊，进来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服务中心。老板。不好玩了，哎呀，啊，做一份好吧，做哈，嗯，好乖哦，热不热？热死了，是不是？嘿嘿，我给你擦一下，泪痕那些啊。好热，是不是？热得不要脸，是不是？喝不喝水啊？刚刚喝了水，现在喝不喝？我们去喝水，是不是？去不去？喝水喝不喝？嗯，喝水我就走这边，去不去？走吧。喝不喝水？哎，喝点水吧。美的了，小朋友太多了，主要是陪孩子过来的。
今天时间6月2号，6月3号端午节，现在时间17:44，17:40左右啊。这天晚上8点钟才天黑嘛，还比较早，还有2个多小时。烂吧！啊！李军在那儿。